兄弟们，又是到了给牛看病的时刻。这个上次那头牛啊，这个今天早上看了一下，突然发现那头牛还没好，上面鼓了一个大包，鼓了一个很多脓在里面。这个今天还是给它打针，把它脓包搞掉，然后再消下炎，炎症还没下去。这个从外表看感觉好了一样，但是里面鼓了一包脓。看一下药啊，我都不知道这里面还药多少，够不够？刚好今天打下午的一针，明天再打够了。拿两个那个消炎的就 OK。这边一头牛哈，这边还有一点草，就让它现在吃两天啊。吃完之后再把它拉到我今天上午赶到那地方去，那地方的草是吧，就非常多了，简直就是草原了。发现这个牛特别招苍蝇呢，大哥，小花，又绕绳了，大哥，你这样也能绕绳，真的服了你哦，一下就散了，哼，你的苍蝇怎么这么多呢？先把药给调好哈，请那个助理过来了。咦，肯定要帮助啊。找了个助手过来，斗牛，夜龙包，那，哎，我紧过来吧，看来，那个绳不是这样，不是，放开，拱不过去，他妈的一哈就他妈的，你把那个绳子解过来，来，跟着，你绷着后腰就冒死的。插个出啥？你本过人比我，我不插得过来。过来，这个绑一个脚有啥用啊，大哥？完了，我你看是吧？你不说该上俺的俺的身，等我个。把绳搞上，那我手滑，你看手滑。那你赶紧停，跑！牵不住，干什么？哎，装一下。别急哈，把这给绑起来。操你蛮牛是吧？这两天怎么没把爹往上这么倒霉？倒什么倒啊！来，放，滚！那门，没，乖一点，大哥，乖，走，你转。就喜欢捆刀啊，早就雕啊，不舍得雕啊，你得先雕得熟啊。
这牛太烈了，我掉两根绳，扛不住它，先把它打一针再说。这就老实了。老实点啊，帮你看病，大哥，别急。感觉这里有龙，嗯，感觉哈的有龙，真干，嗯，啊，突然起风，给吸水，把这吸出来这，怪多，怪可怜，怪个拿冰箱，给吸冰箱个，要不然买那个吸头，是真干了，来这暗地梗，一哈都掉出来哈，我感觉龙包在下面。给他这些都在神经系统那个东西。这边的牛搞完了哈，这牛明天这几天都继续要打针啊，这个有炎症，把那个炎症给消下来就好了。这个龙的话呢，挤了一下，把那个挤出血来了啊，就可以。看明天还会肿，不会肿的话就没事，会肿的话呢，我就要开个口子。那边还有几头牛，这个青青草原那边，上午搞的那牛，那边牛那个草真的是不用愁啊，我看到都想吃哈，嗯。这助力当的还可以，这个力气有点大哈，这牛一个人的话呢搞不来啊，吓人，这危险动作。喝点水啊！哇靠，这个桩根本就不用换，没有牛，草都没动，你看那个牛肚子多饱，天天的，啊，这个草就合适是吧，兄弟，啊，哎，都这么饱一只，这不用换哈，只要没绕绳就可以。这里而且还有水，每头牛都装个水啊，你去这里。看了一下牛啊，全都是饱饱的，而且绳的话不用动一下，还没吃完，这个明天还可以吃一天，估计后天都可以吃啊，这个都有水啊。这个牛不用记着，明天估计再把那两头那个没有宰的带过来，因为这旁边的菜比较多，只能装那个没带宰的哈。带着宰的话就怕它吃害人，是吧？走，回家，今天又结束了哈。